大家可以透过艺术家所画的这些劳动者，去了解艺术家是怎么关心劳动者的生活。洪瑞麟常常就跟着这些矿工入坑，描绘这些矿工。那有时候墨水用完了，他会用自己的汗水或者泥土来作画，仿佛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泥土的气味。我爸爸他是这样说的：和工人们一起去劳动，去流汗，这些人就是上帝的天使，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呢，就是已经和上帝在一起了。